是啊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只去那一家。其实他们家楼下就有一间非常不错的咖啡店，每天早上都开半个小时的车到中山路的那间咖啡馆，然后从8:30大概9:00再开半个小时的车到公司。可能是那家的咖啡馆的咖啡味道特别吧。周律师，我今天去出差，可能要一个礼拜以上。回来以后我可以联系你吗？好，打给我。估计要一个礼拜左右，你懂吗？嗯。